继续开会，请陈伯伟委员质询，询答时间为15分钟。喂，邀请议定，请苏院长。来政总质询啦吼，但是我有一寡题目爱先甲你确定一下，因为来政外交你拢有管着，啊我惊我补唔对，所以爱先甲你请教一下。管这支歌，管这支旗啊，是来政还是外交？中国的。啊，中共。啥啦？啊伊，咱部门是来政还是外交来管这支旗啊？安怎？你讲。这个中国的安那？嘿啦，中国的啦，伊算内政还是外交？无啦，我都唔捌啦，请教者。哦，这伫咱进政府体制，这叫做两岸。两岸啦吼，所以算内政。但是这甲咱无共国啦。无共国啦吼。对啦。好，了解了解。啊，另外我阁有一支旗啊，妈你有看过未？伊顶原写台湾独立，请问伊是内政还是外交？这支旗也算内政还是外交？这嘛一支旗啊！我说咱家己国内家己的代志，算内政。但是拄啊足奇怪吼，因为全世界咧看，这支算内政，这支算外交啦。但是咱的政府体制，这支算外交，这支算内政。啊，但是咱台湾人出嚟，拢也这支旗啊，讲台湾独立啊，讲咱是台湾人。讲这吼，唔是要来这个挑战，讲这是来。说明一下，咱政府体制伫应用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拄到一挂奇奇怪怪的问题。是安怎讲这足重要？我知影即摆防疫的期间，大家人足专心咧关心着即个武汉疫情的问题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我必须要甲大家报告：过去咱讲政治实体，吼，咱当作政府只是要发大财、赚大钱。但实际上呢，政治实体伊会甲人民带来性命的风险。带来财产的风险以及信用的风险。那过去咱拢伫财产这个层次吼，一直不断咧讨论啊，包括着两岸的交流，像咧就是为着要过遐趁钱啊。啊，若无甲因交流，像咧咱就无钱啊。但是这上一直到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，这个官都、这个国家政府治理的层次有关甲，如果咱台湾人甲中国同款，会有信用的风险。这个信用的风险，就是全世界怀疑讲，你敢是中国人？包括咱的护照。包括咱的认同，包括咱出国的时阵，因为黄皮肤、乌头、长相，认为是中国人，甚至是排华运动的时阵，台湾人拢会做伙吼受到这个歧视。但那个到即届，甚至来产生性命的风险。所以我想，伫政府体制顶端，我想问一件代志：院长，你敢有认同台湾跟中国无共款？台湾无共款，无共款嘛吼。那而且呢，伫国家的层次，国家形成四个要素啦吼，人民、领土、政府、主权，四个应该拢无共款嘛。四个拢无共款。但是台湾有一个问题哦，其实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像的，伊的名足像，伊的来源足像。而且伊的领土嘛足像吼，咱中华民国宣称的领土佫比因较大，因为咱的这个。政府体制吼，一直过去是国共平台，到后来的这个用陆委会、国台办的方式来对抗，甚至是主权。那外国要跟咱建交，两国干来当建一国，啊，那两个国家要参加同一个国际组织，咱就要变 Chinese 台北，啊，无就是台北及其周边地区。这拢是国际现实，咱拢真了解。所以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啊看连英文字都差一字，连中文字，咱的四个字拢带伫因七个字内底，就是因为这个关系，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度重复，所以导致着伫这道武汉肺炎来产生着不只是财产，是性命甲信用的风险。有遮济济关度的风险，我想要请教陈明通的诸位，咱陆委会即目前，嘿，是你好，歹势，哦，你遐大声，我错者。咱目前陆委会的主要业务，大概甲咱解说一下，对中国有啥物款的代志咧做？因为两岸要有寡来往嘛，所以来往交流当然要有一个吼规矩了吼。
啊，所以绿委会主要就是讲，安那维持中华这来往的这个规矩。当然，来确保咱台湾的主权，吼、哦，要确保咱2300万人的这幸福跟安全，这才是咱绿委会的这责任所在。好，咱这个组织有咱这个组织运作的方式，但是咱的方向伫底？咱的方向呢，我普普分作三个部分。第一，增加交流，但是增加交流的结果，最后会变同化，会变作无法度失去中国。尤其常常我听到足侪人咧讲啊，咱贸易拢依靠中国啦，啊，如果若无中国，台湾就会沉落啦。市面上常常听到这种语言，甚至是基层的统战，甚至是过度的交流。那除了交流以外，第二个方向呢是维持现状。但维持现状有一个无实，我认为无现实的所在，就是中国常常会跳过。台湾人政府要和中国的政党来谈话，为过去吼早期国民党的时代吼专制戒严的时代，以及到后来民主化吼，因拢愿意和国民党来讲话。但当民进党上台的时阵，伊就啊，你们是台湾人政府，我不跟你们谈。敢有这个状况？委员，其实咱听做现主席来讲、嗯，我对几个角度和委员参考。是，第一，依你甲我伫遮依照咱的宪法。即询回答，你看，以前哪有可能拢讲答案话？是，即摆讲答案话，是啦，对不？唔是干那委员讲答案话，政府、行政院长嘛，伊答案话答询，这第一点。对，第二点，以前我做省议员，即摆连省议会嘛无呀。啊，以前伫省议会，我用台语质询，省主席唔敢用台语回答的。啊，这第二点。第三，你甲看贵院的结果。过去立法委员也阁有对中国来的，后来有海外产生的，无啦，伊即摆嘛有讲中国人的啊，伊即摆嘛是有讲家己中国人的足济啦，诶是认同，诶意识形态问题，是，咱即下讲是结构，结构，即摆整个结构，你甲看，就是113个国会议员代表着即个国家，啊，伊的选区区域合起来就是咱的国土，我了解，啊，以前无讲哦。不，这有现实面甲法律面的部分的差别啦。我无免讲讲，今仔日咱着爱宣布，啊，咱也是尽着爱处理啥物代志。但是我有一寡建议，咱先确定咱两个认同同款。啊，若有免讲无方便回答嘛，会当甲我讲一个马紧。这件拢无免讲的。我即摆要讲的是，像你像院长拄则讲的，过去因为时代的变迁，包括因为咱内政的改革，甚至是政体的改革，为戒严走入民主时代，我想侪前辈拢有参与着。我咧讲的就是讲，因为时代咧改变，所以咱大家人需求无同的时阵，政府嘛会因为。因应着民众的无同来改变，即卖问题就是当当咱的认同来拄着挑战，当当咱伫国外海外的朋友吼受到即道不完气焰，诶，即个知识的问题，包括护照，我想大家人拢已经讲足侪道，哦，侪有一寡委员有提出过啊，吼，包括着国名的问题，甚至是等等吼，细大项的我都改，咱细项的先改嘛，吼，护照的部分咱会当先处理，等下咱会记几个例啦，那。陆委会即马目前是交流，但是我拄只讲第三个方向，第一是过度交流嘛，啊，第二维持现状嘛，那第三呢，其实是改行无同款的方向。咱其实我认为陆委会唔是服务交流，陆委会爱服务无交流。服务无交流的意思，就是当因的交流有毒、交流有害的时阵，其实咱爱服务的是服务台湾人民，服务无交流的部分。咱会当过去做生意，但袂当甲咱做统战。如果你放一个统战部的官员伫倒来，咱是毋是爱放一个什么款的人过？所以我顶届咧讨论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受到在野党侪侪攻击，因甲我攻击讲，哦，我讲内交部无理啦。但是这上农委会真无权做这件代志嘛，是毋是？咱敢会当派人过一边，改做反通证？甲委员报告吼，其实你个讲这个交流啦，这个交流物件，伊当然伊是讲是通证，但是咱有一句话咧讲啊吼，愈交流目睭会愈金嘛吼，定定吼，因为无交流误会啦，才会结合吼，啊交流了头脑较清楚，啊大家就知影，所以交流这个物件吼，咱要有信心，咱对咱百姓要有信心，交流用目睭去看。就知影讲伊生做甚物货，所以愈交流，咱愈清楚啊。愈来你甲看，即几年来交流结果咧，咱台湾人愈来愈清楚啊，是毋是？迄无清楚的人，但会讲迄款话嘛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咧讲交流即个物件吼，无一定讲咱遐尔无信心，安就去互交去啦，啊，咱就分别就去互提起啦，无迄个代志。所以咱陆委会责任是啥物啊？维持交流的规矩，咱绝对有信心。
甲伊来往的时阵，咱更加清楚嘛。尤其咱即个防疫问题，全世界真清楚啊，咱做比较好啊，所以咱家己要有信心。六位的资金是交流，无要紧啊，大家加差看卖的哦。但知影你是善还是好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无反对这个交流，交流咱大家也觉醒，伊是先做啥款？那愈看愈清楚啊！即个民国个世界拢真了解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安尼我简单，我看你安尼就有信心，我就卖去挑战啦。那我简单讲一下吼，我的想法啦。因为咱的组织的部分吼，咱是用国安层级来，包括行政院长、总统、国安会等等六委会主委来开会啦。那其实咱即马是甲规个对中国的事务摊伫遮尔济部会内底，毋是干那伫六委会内底啦。我的理解是安尼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跟委员报告就讲，咱规个是规个国安系统的一部分啦，哈。六委会是规个国安系统的部分哈。那主要当然，咱的宪法上总统最主要的哈，就是国安啊，咱外交啊，这个对中国啊，对中国大陆啊，这个啊，而且这国防哈啊，所以最咱是一个规个来，我简单问啦，如果伊不爱跟你讲话，你变哪啦？啊，歹势，你讲。如果中国不爱跟你讲话，不爱跟你对话咧，不爱跟你交流咧。我想，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，开放了后，就真歹讲，佫关起来了吼。所以虽然咱即摆吼，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哦，有一寡为着要防止这疫情的这个传染哦，有减少人往的来往。啊，当然，伊嘛是无啥欢喜，讲啊，你拢无甲我参详。啊，即个机场关甲剩火的，伊嘛无啥欢喜啊，所以基本上伊嘛无讲反对即个交流啊。迄个委员，我安尼讲一个，就是讲，即摆咱的防疫做甲真好，全世界拢讲台湾模式，所以这是咱家己对家己，那愈做好，世界愈看到台湾，伊也袂甲咱难做伙。啊，当然你有拄仔讲啊，共皮肤共迄落有当时会甲咱排，迄是还阁无理解的所在。第二点。美国甲苏联迄当时遐的对战，非大互相的是，嘛也阁有热线。所以今仔咱中国是一个国，咱是一个国。我无赞成讲啊，咱该莫莫往来，唔好啦。即伫咱边啊，一国遮大国，市场遮的大，啊，咱该往来，咱嘛有趁钱啦。所以只要无影响国家安全，只要莫用假期，第一就是厝边哦，互相较上好的。对两国的人民也好，啊，伊个共产党统治就迄款样，啊，即话两边啦比起来，咱对家己爱有信心，啊，但是咱也莫压伊，啊，第二会当互惠互利，互相尊重，啊，交流才看谁较好。我袂相信讲咱个人会走伊啦。我简单。啊，过去伊做生意。你看，即马拢一直走倒来。好啦，来，我简单讲几件代志。日本人去中国，伊免讲承认家己是中国人；美国人去中国，伊嘛免承认伊是中国人，就当做生意。台湾人不只是去中国爱承认伊是中国人嘞，中国人来台湾，伊同款嘛是做中国人，迄叫入台证嘛。所以，即个问题是历史上咱爱去解决的问题啊。那如果咱讲啊，咱物质的台独哦，咱是物质的，伫即个实体上、现实上，咱拢认为家己甲伊无同款。伫文化上、伫主体性，包括着即个外国人的认知，全世界拢知影台湾甲中国无同国家。OK， 我认。没问题，但是现在不管啦，我认为吼是中国对咱有侵略的意图啦，包括昨夜搁咧飞，前两天咧驶船啊来啊，搁飞飞龙机，我想这拢是作疲劳的代志。我不管中国要安怎做，非得我希望讲有一天咱会当甲中国做正常的外国交流啦，因为现在看起来唔是安尼，我的认识是安尼啦。那所以呢，不管中国安怎讲，咱现在家己台湾会当做啥，有几项代志伫现处时的宪法。我常常去学一挂其他的政党招我要修宪啊，讲叫安尼我不敢修，我不敢修啊。但我摕物件去签名，拢不爱签名，迄个个性是安那，我嘛想无。但是咱会当做虾米代志？来下一张，再一张。咱来强化台湾的防卫性、民主啦。有几件代志咱参考看卖吼，包括中国人来台湾，不管伊是假传还是做实。伊有即个取得身份证，诶，迄个抗进证，咱敢会当参考美国有一个中型的考试，嘛免考作困难，考反渗透法嘛，来考着台湾甲中国无同款的所在嘛，考咱自由民主的体制嘛，咱敢会当研讨这件代志试看卖，符合着台湾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价值。有一个中型宣誓的机制，那我想不管未来拄着健保议题，拄着国民管理的问题，甚至是投票的管理，咱的争议嘛袂遐重吧？这会当讨论吧？
我想委员没有这款的立法，我尊重委员的这个看法了哈。啊，这因为主席搁做袂到，这尽管要经过这个法律的程序哈。有啦，我知影，包括移民嘛来争的啊，系啊，移民的、两岸的。方向啦，我尊重为这个委员的这个看法。来，下一张。那要这个立法，重点就是咱贵院啊，当院的代志嘛，哈。今日台湾明，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哦。这个声援香港不是讲讲的尔，咱发现有一个实际上会当做的，咱邀请香港人来台湾做兵。做兵我们是做官哦，不是做军官。做兵有三个好处：第一，伊比咱较少年；第二，伊比咱较讨厌中国；第三，会当增加咱的劳工的人数。是不是咱考虑这件代志？应一定拍摄，这个跟你较有关的。这个我看可能爱较慎重，因为香港来争取自由民主，咱是真加关心啦。